头走一走。一首《成都》送给你们，好听吗？觉得好听的话呢，咱们在公屏上走一个好听啊。觉得链接弹得不错，咱们可以小心心走走啊，一人一颗小心心支持一下主播，鼓励一下主播啊，谢谢大家支持。抖音美女真多啊，哪儿美女都多啊。谢谢我们李根生，感谢我们雪涵，谢谢我们乐天，感谢爱心哟，谢谢我们路过，感谢乐天，谢谢明明，感谢先生，谢谢3321，感谢大家的小心心啊。咱们点赞一起可以点点啊，谢谢我们雪涵的墨镜，感谢我们旭张哥的花开浪漫，欢迎吉祥，谢谢关注啊。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，咱们点个关注啊，上方的福袋去参与啊。还有两分钟，福袋还有两分钟，你们都去参与哦。两小无猜，日夜相随。你们喜欢听这首歌吗？往事只能回味。嗯，人美也会弹琴，那你怎么没点关注啊？那你怎么没点关注啊？张光说不做假把式，男人的嘴骗人的。欢迎我们木哥。谢谢海洋天堂，感谢我们青林装饰，谢谢强叔，喜欢听，关注关了呢，还得加个灯牌。关注关了呢，也得加个灯牌，这你得带上咱们家灯牌，以后就咱们家的人了。一句话打翻一船人，哪有啊？我说的是那些没点关注、没加灯牌的。你咋对号，你咋净往自己身上对号入座呢？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有灯牌，不仅有灯牌还有 VIP 呢。你看看自己，不仅有灯牌还有 VIP 呢。家人们，谈也谈这么久了，咱们出去闯荡闯荡江湖，咱们出去，咱们说的容易多想啊，不要对号入座嘛，不要对号入座嘛，没有说你有缘再见，别这样啊，怎么就有缘再见了？得时时刻刻都得见啊，这会的时间，我准备带各位去看看这美好的世界，带你们去看看这2023的世界，朋友们，出征扣在公屏上。别这样啊，有缘再，欢迎我们小小陈。别这样啊，有缘再见是什么？现在立马就见，别跑啊。我看一下，咱们去玩个小榜。不真，很好，让我很有信心。这一秒钟我很有自信心，我感觉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了。现在好，出真，给他们个厉害，让我很有信心，很有信心，小心心站榜啊。怎么说也得一个棒棒糖账榜嘛，咱们家又不是那种揭不开锅的那种家里，是不是？嗨常常说吧，好久不见，帮打个榜。也没有好久，也挺久的了，也没有很久，两天吧。咱们打个榜，我应该站不起，试一试呗，我开播第一局，我不太想试。那我换一个，行啊，下回找你耍啊。行，好嘞，拜拜。完了，木哥你要升级啊，木哥一会儿给你接身，木哥，木哥一会儿给你接身，要升40级了。看一下啊，看能不能，看能不能吸一点粉儿。完了，不接我。问自己
是否能悬壶济世，怀念着先辈的意志，救死扶伤的意识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那是我民族的旗帜。回来吃饭吧，饭已经 OK 了。我就在家里呀、五月吧。中华儿女绝不会低下头，过这一世我与你共患难，风雨同舟，看这一次加多宝啊，看这一次无数的双手撑起黄河怒发，点赞不要停，坚持住，明天升，你不出征我不升，我马上就出征，马上就出征给你看，一会儿我就给你接山。找不到人打榜五啊，家人们，皮皮吧，看皮皮会不会接我。皮皮也拒绝我了，港港吧，那就早了一首歌了，车站早了一首歌了，还是没有人接我。随便连一个在吗？随便连一个，连个不认识的。我连了半天，认识的一个都没有接我，家人们，命怎么这么苦、啊？我看看、啊，林老板，哥，我从来都不怼人，哥，我只会夸人啊。那夸夸我。嗨，林姐。嗨，林老板。哎。好久不见、啊、司马令姬应该得怎么称呼你呢？叫司马呢，还是叫令姬呢，还是叫司马令呢，还是叫姬呢？都可以，他们叫我马司令。马司令，嗯，就是如果这么叫的呢，我只给他两把子。啊，你叫这都行，叫我司马也可以。嗯啊，叫司马也可以，对对对，司马比较方便一点。好，对、嗯，咱们这会儿方便打个榜吧。打榜几啊？小榜，榜五，榜十也行。榜五、榜十。嗯。然后呢？总分。尾数也行。最后来把大的，榜五、榜十加总票。那就尾数呗。不要尾数，我们家就是靠实力，从来都不靠运气。我从现在开始，从来以后靠打运气的我都不打。实力说话，实力输了。就实力说话，可以很有志气，我很喜欢这样的女孩子。榜五、榜十加总票，我试试看看。试试输了干啥？输了的话给榜上大哥送祝福吧。送祝福可以，没问题，可以、啊。行，那咱们就闭麦。你接一下、嗯、闭麦了啊。好，闭麦。榜五、榜十加总分，直播间所有人需要十位朋友出来占榜。群里喊人，对面厉害。我很久没跟林老板玩了，我不知道哎。咱们朋友们，直播间所有人一起众筹一下，能众筹一个保时捷咱们众筹个保时捷，能众筹一个热气球咱们众筹个热气球，如果再不行的咱们就墨镜好吗？榜五、榜十加总分。准备好了吗？给他们一个厉害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欢迎我们 Pro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，碾碎他们，给他们个厉害，改什么 Pro， 现在 Pro， 咱们榜五、榜十加总分，直播间所有人一起众筹，能上一个墨镜，上一个墨镜，能上个热气球，上个热气球，能上保时捷，上保时捷，感谢我们 Nice， 有没有跟随我们 Nice 的队伍冲锋陷阵的？感谢我们 Nice 冲在了前面，直播间所有人。有没有跟随我们 Nice 往前走一走的？
房屋榜时还差八位，还差七位，感谢用户幺二七八，还差七位，咱们房屋榜时还差七位，咱们能占榜的朋友们，咱们占个榜啊，还差七位，房屋榜时加总分还差七位，咱们榜时还差七位，还差七个人，一人一个，再考虑让不让掌门接生，给你接生，给你接生，怎么不给你接生啊？等会儿啊，怎么能不给你接生呢？开什么玩笑？肯定给你接生啊！一会儿给你生个娃娃出来，做好的碾碎呢，碾碎他们家人们。欢迎我们宝品一号，感谢我们旭章，谢谢我们旭章哥，朋友们，感谢我们木哥。我看一下木哥升级没有，木哥没有升级。等会儿啊，你告诉我啊，升级时告诉我啊。咱们榜十还差一二一二四，还差五位，咱们榜十还差五位。欢迎我们高高迪，高高迪，我收到你的笛子了，高高迪，谢谢高高迪。榜十还差五位，家人们，榜十还差五位，咱们能占榜的朋友们占个榜啊！榜十差五位，咱们先把榜占满，家人们，先把咱们家的榜给占满。榜十差五位，能占一个热气球，咱们占个热气球；能占个保时捷，咱们占个保时捷。榜十差五位，欢迎我们贵公子，欢迎我们妙德。看到谁像谁，下，咱们家榜十还差五位，能占榜的朋友们占个榜。我看一下用户方，我们的宝品一号，我们的还有谁啊？我们的花花，我们的指天一口，我们一入江湖深似海，我们的凯凯，我们的孟哥，我们的孟哥什么时候来的？孟哥，欢迎我们我都没有看到你进来，不好意思，孟哥，欢迎孟哥，欢迎我们风，我们的营长，我们永恒钻石，咱们榜十还差五位，我们小小城能占个榜吗？小小城，我们的新希望。我们的这个喊不出来名字，还有谁？榜五差四，差五位，咱们榜五差五位，感谢我们凯凯，谢谢我们凯凯，榜五差四位，咱们榜五差四位，对面最后偷塔，咱们先把榜占满，对面要最后偷塔，咱们先把咱们的榜占满，感谢我们风，榜五差三位，咱们榜五差三位，欢迎我们华强哥。恭喜我们风升到二十三级，恭喜恭喜！榜五差三位，知道吗？榜五差三位，他们家的榜五，看一下啊，咱们家榜五差三位，榜五差三位，占墨镜也可以，占墨镜也可以，占热气球也可以。如果占热气球榜的话，咱们家榜还差五位啊。如果咱们家占热气球的榜的话，还差五位啊！榜五还差五位，热气球榜，他们家最后偷塔的，家人们别看对面没上来，等会儿他们家偷塔，咱们都来不及守啊！榜五，咱们还差五位，能占榜的朋友们先占个榜。我们的天龙哥，我们还有谁？我们的宝品一号，我们的华强哥能占个榜吗？华强哥。我们的孟哥，我们的秋哥，老秋，我们的榜五还差五位，咱们榜五还差五位，榜五还差五位，咱们榜五还差五位。我们的尹公子能搭把手吗？尹公子，秦川能搭把手吗？我们的猜毒能搭把手吗？我看一下，对面没动啊。对面没动啊，但是对面会偷塔的，家人们。咱们家先把榜占满，咱们先把榜占满，榜五还差五位，榜五还差五位，热气球占榜。感谢我们风，谢谢我们风，还差五位，榜五，榜五还差五位，家人们，欢迎我们。大护法，
感谢我们华强哥，谢谢我们华强哥的花海饭庄保我寒蝉，感谢我们大护法，谢谢我们大护法保我寒蝉。差两位，咱们雪痕你得需要补一下，雪痕你要补一个热气球，保我还差两位，我们用户1278哥能补吗？用户1278哥能够补到热气球吗？感谢我们小小陈，谢谢我们小小陈，还差一位，保我还差一位，感谢我们雪痕，保我还差一位，咱们就差你，榜十差二，榜十喊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榜五了喊的榜十，家人们，榜五榜十加总分，喊错了，感谢我们天龙哥，谢我天龙哥，我看一下对面会补分的，对面最后会偷的，家人们，咱们家的榜十是我们雪涵，雪涵可能需要补一补，感谢我们天龙哥，谢谢我们天龙哥，咱们家榜十是我们雪涵，感谢我们陈航，谢谢我们陈航的热气球，榜十齐了，家人们，榜十齐了，我看一下，榜十齐了，咱们家榜十可以暂时先不用动啊，暂时先不用动，咱们先观察一下对面，咱们要就是说要有智慧的来进行这把 PK， 我们先观察一下对面，对面的榜还差三个他们就站齐了，咱们先观察一下，我们先观察一下他们家最后的时间会不会偷，如果他们家最后的时间偷了的话，咱们家的榜五现在是1200分，如果他们最后偷了的话，我们就再补一点，补到2400分或者补到1500分以上，再补一个热气球或者再补一个保时捷，还有我们的榜十现在是500分，暂时不用动啊，是安全的啊。对面有人准备守总榜啊，咱们家的总榜啊，有没有人守一守的，他们守咱们总榜，他们估计会守他们的榜五和总榜，咱们家榜五榜十总榜守住了，朋友们，榜五榜十总榜守住了，上个一号，好的，有没有人跟我们牧哥一起打个配合的，有没有人跟我们牧哥一起打个配合的，咱们对面开始上了，对面开始上了，咱们家榜啊，我看一下，让补就补，感谢我们大护法，谢谢我们大护法的抖音一号，感谢我们大护法，大护法说了给你打个配合，木哥挡不住，大护法给你打配合，看一下啊，对面动咱们就动啊，对面的榜五，咱们家榜五再补一点，榜五咱们的峰哥小小陈 nice 再补一个，再补一个两百分，再补两百分，再补两百分，峰哥小小陈和 nice 再补两百分，峰哥小小陈 nice 再补两百分，咱们的陈航，咱们的陈航再补一百分，陈航再补一百分，感谢我们峰，谢谢我们峰，最后三十秒守住咱们的总分，他们不会榜五都得最后几秒钟的时候守吧，他们怕掉啊，很不怕掉啊，看看啊，我挺害怕掉的，感谢我们陈航，谢我们陈航，榜五不到1200分以上，感谢我们的木哥，谢谢我木哥抖音一号，他没偷，恭喜我木哥喜提40级，感谢我们木哥，谢谢我们木哥，感谢我们孤月寒心，谢谢我们的大护法，感谢我们的华仓哥，谢谢我们峰哥，感谢我们的长航之旅，感谢我们小小陈，谢谢我们 nice， 谢谢我们旭章，感谢我们 KK， 感谢我们天龙哥，感谢我们雪痕，谢谢用户1287，感谢假发套，家人们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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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木哥，恭喜我们的木哥喜提40级。升了升了升了，木哥木哥等会儿，木哥怎么回事，木哥木哥怎么样，你还安全吧，木哥还不错吧，哦，这宝宝真好看，男孩还是女孩，这男孩还是女孩，这宝宝真好看，等会儿先开耳麦，咱们先把晨饭做了，精彩精彩精彩，嗨，你家大哥生了，
啊，生了女孩。现在什么事啊，什么世道啊，男人都能生了，这是女孩生了个啥呀，那是这女孩，你看长得像谁呀、啊、像你还是像你大哥、啊、生下来第一眼看到谁他就像谁，他应该像我大哥，挺好看。你大哥长这个样子。好好好好好，你下次你也搞一个可爱的玩偶。你跟我说你家大哥的名字，我给他祝福一下。现在在榜上的我们的孤月寒星，孤月寒星，寒星大哥是吧？嗯，好啊，我放个音乐哈。好，祝寒星大哥吉时吉日喜如风，丰年丰月如风筝，争财争富争长寿，寿山寿海寿长生，生父生财生贵子，子孝孙贤代代荣，荣华富贵年年有，有钱有势有前程。好，下一位木易，他生了，木易生了，来，木易杨大哥，杨哥是吧？杨哥，对。祝杨大哥吃不愁穿不愁，不住平房住高楼，天天潇洒夜夜温柔，买卖如同长江水，生活如同锦上花，大财小财天天进，一顺百顺发发发发发发。第三位，我们的华强哥。华强呀，对，就是华强哥，这么威武的名字，对，非常威武。祝华强大哥，华强大哥社会我大哥，有房又有车，爱我大哥没开口，前方一路小平花。第四位就是我们的风哥，对，风哥啊，风哥哈、啊，风雨雷电。雨雷电，雷电哥，你叫个风哥多没有那气势。祝雷电大哥大财小财意外财，财源滚滚，亲情友情爱情亭亭如意，官运财运桃花运运运祥通，爱人亲人友人人人平安。还有我们的接下来的第几位了，天龙大哥，祝天龙大哥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吉吉利利，健健康康，鹏程万里，步步高升，笑口常开，万事顺心，五谷丰登，事事如意，参前程似锦，百尺竿头，平安无恙，吉星有余，东风四溢，平安喜乐，革新、又不认识这字，顶新革旧，玉立祥通。好，下一位叫做 Nice。Nice， 星哥，你这没在我这生过，星哥，你54在我这生呗。Nice 是美丽的意思吗？对呀、啊、，Nice， 非常好看，非常 Nice。祝 Nice 大哥 ，Nice 是美丽吗 ？Nice 是开心的意思。啊 ，Nice 是开心。嗯，祝 Nice 大哥一路发发发，天天吃的就是那个大王八，喝的就是那个娃哈哈，身边美女个个都是178。178还没小小陈，他是个小孩，是小朋友。好，来，还有吗？小小陈是不是最后一个了？小小陈，嗯，哦，小小陈，这个好可爱呀、啊，这个名字。小小陈，祝小小陈大哥多几个心爱的，祝你在家里有个能干的，身边有个陪伴的，单位有个好看的，梦里有个想念的，树林里有个不见不散的。大哥，祝大哥咱们天气好运，咱们去一趟呗。大哥威武霸气帅，对面的大哥打得好疼，大哥有没有医药费呀？大哥，能去一下，咱们去一下呗。大哥，大
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能去一下咱们去。欢迎我初恋女神，有点喊不动了。感谢 nice， 谢谢 nice， nice 大哥威武霸气，感谢大哥送的比心，感谢大哥。谢谢我 nice 啊，感谢我 nice 啊。nice， 我们家大哥都被你们喊走了，榜上十个人，现在榜上就剩五个人了，还有五个人走了。行，我错了，好，我要回去跟大哥生小孩去了，拜拜拜拜。留下的五位大哥绝对都是格局超级大，走了的那哥那些他们都去回家吃饭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谢谢我们 nice， 感谢 nice 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新哥，你就没在这儿生过，我不得给你拿个神兽。木哥没在，我木哥，木哥，小孩生一半不生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生到一半不生了？我跟你讲啊，新哥，你下回木哥回来了，在呢。木哥，你看怎么样？像不像你？像不像你？这 baby 大眼睛，大眼睛，大眉毛也很浓。什么呢？长胳膊、细胳膊、细腿的，身材很好。你看怎么样？可以吧？恭喜我们木哥升级，家人们，扣一波，恭喜恭喜！高一峰，恭喜恭喜！恭喜，等会儿啊，给我们木哥安排一下。感谢我们木哥，等会儿啊，谢谢我们新哥。这样子，等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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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我啊，等我等我，这抱着孩子打字真麻烦。恭喜恭喜，欢迎我们房顶哥，感谢我们 nice。 你看木哥你一升级，咱们直播间我们 KK 我们的新哥，你看咱们的房顶哥，我们的 nice， 大家烟花都放起来了。祝你顺风顺水顺财神，感谢谢，大家烟花子都放起来，生了个驴，这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我帮你养着啊，以后帮你养着，帮你养着。木哥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的感谢我们东东，谢我们东东。我们新哥什么时候在我这儿生啊？你告诉我一下，什么时候生54级？你提前跟我说一下，我那个啥，我准备给你接生啊，准备给你接生。现在就说快了，你告诉我啊，提前跟我说啊。宝宝乖，宝宝不哭啊，不哭啊，宝宝不哭啊，宝宝不哭啊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别哭呀，宝宝，别哭啊，宝宝，别哭呀，宝宝。你别哭，你哭了我会心疼的，你妈妈会心疼你的，木哥会心疼你的，别哭啊，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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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恭喜我木哥，恭喜我木哥，恭喜恭喜，谢谢木哥，木哥很支持林吉的，说实话，家人们，这奶奶不合格，我喂的很好啊，他都不哭了，你听，现在都不哭了。哭了，他现在已经就是说非常安静了，现在已经非常开心了，已经就是。你看，现在都不哭了，有人生了开心，那当然，几天不见越来越会玩了。孟哥，下回在我这儿升个41级呗。房顶哥哥，说我房顶哥，你怎么不是说？一个亲亲呢，范顶哥，怎么能是这个捏捏呢？打懵了，哭声。
不好意思，我打懵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他不现在都不哭了，没有梦，他现在睡觉了，他现在睡觉了。那个熊猫下次升个国宝，那是给我们新哥留的。谢我范丁的亲吻，感谢我范丁啊！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，这个事情太多了，好吗？好吗？你别到别人地方升到一个四十级，马上升四十一级，升一颗小星星的时候来哈。你要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可能升的心不甘情不愿的。你多剩一点，多剩一点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大护法，我给你留了个国宝。咱们大护法很支持我的，家人们，给你留了个国宝。你生的时候告诉我，你看我这国宝留了这么久了，自从你认识我开始，就一直留到今天。你从来没在我直播间升过级，家人们。我认识我们的大护法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才十几级、二十几级。就大概就在一个月前，一个月过去了，这是说他已经就是说到达了另外一个高度，留一点再过来，那还不如就喜欢这种有格局的孟哥，就喜欢有这种有格局的。去参与福袋啊，参与福袋，感谢我们山茶，谢谢我们山茶，谢谢我们杨哥，感谢我们杨哥。我们接下来呢弹首歌呢庆祝庆祝，弹首欢快的，那今天就弹首好日子吧。弹不了啊，我吹牛的，我看一下啊，弹首这是真爱，你说谁啊，忙了回头来。好了，谢谢别撩我，感谢你的亲亲，谢谢别撩我的亲亲。弹一首喜庆一点的，你去忙了，我还说弹一首喜庆点的呢，你听我弹完喜庆点的再走。就这首就挺喜庆的，好像喜庆的有点不是很会那个啥，别弹了，休息会儿嘛，我已经休息了好久了，弹一首这个嘛，芒种嘛，大家有条件可以加个会员啊，咱们可以整个会员啊，今天是蛮开心的，一开播两个年度会员，蛮开心的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家人们。欢迎文东东，
家。当当当当当当，谢谢我们无忧，感谢我们西竹，感谢我们宽哥，谢谢长青树，谢谢我们的别亮我，感谢若回头，感谢寒雪一滴，谢谢我们的淡定，感谢大家的小心心，感谢双手插兜。觉得好听的可以走一个好听啊，觉得好，觉得不错呢可以小心心走走啊。什么、啊、觉双手插兜挑了一首叼了支烟，空手来的。没有空手来的呀，你手里还拿了一朵玫瑰。你手里还拿了一朵玫瑰，你是不是不知道？嗯，你手里还有一朵玫瑰呢。谢谢叼了支烟的玫瑰，感谢盖比茨，谢谢。不是木，几天不见更漂亮了。嗯，别说了，我今天很自卑，家人们。我等一会儿下播，我还得再洗个头。别说，我今天很自卑。我今天我觉得我的发型喷了很多，喷了很多发胶，然后呢，它就是让我没有办法改变它的形状。早上弄头发也弄了很多，今天是不是起晚了？我今天早上六点半就醒了，家人们，我一看时间，我说，哎，怎么才六点半啊？再睡一下，然后一睡睡到九点半。因为平时的话，那个都有化妆师来我们家给我化妆嘛。化妆师每天早上八点就到了，他都会喊我起来的。化妆师知道我们家的密码，他就进来以后，他就那儿起床了，令姐起床了，令姐。因为我平时都不用定闹钟的，化妆师每天早上起来喊我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化妆师不来，我把这事给忘了。他跟我说他今天不来，今天他有别的事情要出去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事给忘了，然后今天早上呢，我就以为他还会来喊我，结果我就一睁开就九点半了，但其实我六点半就醒了，可能我潜意识里面还是知道这件事的，要不然我六点半怎么就醒了呢？可能我潜意识里面还是想知道说，哎，化妆师今天早上不来，要今天要早点起来，但是我没有定闹钟，哎。我六点半就醒了，我一看我就，啊，才六点半，再睡会儿，我绝了！谢谢加团，感谢谢谢恋红尘，谢谢山茶，感谢初夏蜜盒，寒江孤影，江湖路人，寒江孤影，江湖路人。哎，我咋感觉好像不是这么说的？中午好，美女，你好，不信。我真的没骗你，我真的六点半醒了，我打开手机我看六点半，刚好六点半。你说怎么改风格了？那做古装造型得花时间啊，家人们，我那造型每天至少化妆一个半小时，我每天那个造型至少一个半小时，我八点就起来了，你还得吃早饭的嘛。然后你看我每天十点播，我八点钟差不多就起来了，有时候稍微懒一会儿，八点半起来，就是至少一个半小时才能做完。原来没有化妆师自己玩不转呢，也没有啊，我自己也可以做啊，只是今天有点赶时间嘛。我自己也可以做啊，稍微有点赶时间就没有做的那么的像个鸡窝，受不了了，家人们，像个疯女人。受不了自己了，谢谢人生无常，造型不造型谁说的，我化妆也可以，我怎么说化妆这一方面我都算是个化妆师了吧，半个嘛，半个。然后头发我搞不来，因为头发确实有点，有时候有点整不到，素颜依旧无敌，没有了，稍微小化了一下，没有了，稍微少画了一下。今天画风格了，没有，偷懒了今天。
谢谢我们小小陈，谢谢我们天龙，谢谢我们 nice， 感谢我们范冰，谢谢我们凯凯，谢谢假发套。嗯，不画也好看，说的你好像见过一样，范冰哥。我武侠中能吓唬他们，我武侠中他们不都被吓跑了？已经很低调了，你说我啊？你见过？你上哪儿见过的？直播难吗？你自己直播就知道了，别人难不难不知道。嗯嗯，天空下的缘分，欢迎。不信我都不信，他上哪儿见过的？我都不知道。海猫海风，你做梦，你小子，你小子，古风已经看习惯了。我这个是复古风，也是古风。路人弹个江南行吧，路人刷个嘉年华行吧，反正都是露水情缘，一笑而过，没关系，该刷还得刷啊。好看美女，谢谢啊。要突然换成现代估计都认不出来了。也没有啊，欢迎我们友号。也没有啊，我现代装还好吧。露水情缘是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。因为我想着说它都有个露，所以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说，他说路人，你说露水情缘，那不是有个路吗？但是不是同一个字，但是是啊，好的好的，路人那就是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都没词儿了。路人，好的，路人和那不是同一个字儿啊。嗯，好的好的好的。萍水相逢可以，萍水相逢。弹琴，好的。哇哦，欢迎哇哦，大家想听的歌可以点点。欢迎我们浩浩，浩浩，春去秋来，欢迎任天高，欢迎金元儿，杜转花，每天都在，每天看到你，但是你每天都不在公屏上打字，你夸夸我。转华哥，传华，转华，转华哥，杜转华哥，哥，我每天都看到你，我都不好意思直呼你大名。说实话，我叫你转华哥，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我在教你。我每天都看到你，你夸夸我呗。你从来不在公屏上打字，你夸我就弹得好听呗。九音子，你也是啊，九级灯牌了，平时都不出来说话的。黎渊，任天高，他平时帮练机做那个管理气氛组的嘛。感谢感谢大哥呀，欢迎欢迎大哥啊，咱们直播间的还是需要你们来一起气氛，一起带动带动啊。不知道说什么就打一个字哈，是不是啊？咱们直播间的气氛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带动带动的。你看练机一个人，对不对？练机平时要是收到个嘉年华，收到一个什么，哎，城堡啊，你们比我还开心。你们虽然开心，但是你们得表现出来啊，帮链接一下，感谢一下嘛，对吧？帮链接感谢一下，帮链接欢迎一下，你们以后就是气氛组的大队伍啊，咱们气氛组要就是做大做强啊。谢谢大伯哥，感谢江南一公子啊，咱们气氛组做大做强，气氛组预备备，你家灯牌溜达小神，可以，行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互动来走起。孟哥，你们这左打足枪再闯辉煌，左打足枪再闯辉煌。我就觉得人家那些直播间啊，那个气氛组嘎嘎多，我也想我们直播间有很多。欢迎我宝姐，宝姐灯牌掉了，宝姐灯牌不仅掉了， VIP 也掉了呢。欢迎我们的 Dr. 华六扇门门主，门主好久没看到你了，门主
门主，多久没看到你了，门主。五一节快乐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，门主？四川妹子，是的，用四川话给你们播一天行吧？不得行，抖音识别不出来我在讲的话，他会把我封号的。我普通话讲的不好吗？我普通话讲的不好吗？这么标准。不好，天天上班没有关系，既然来到令吉直播间，此时此刻就让你变得更好。门柱被，既然来到直播间就让你变得更好。欢迎我们方方，帮我看一下风头像，家人们，你们去看一下风头像好不好看，好像是个美女。你们去看一下风头像好不好看，家人们。听说榜一头像是个美女，我来看一眼啊。听说榜一头像很好看，榜一头像真的很好看，和我长得好像啊。回头像和我长好像，哦，真好看，家人们，给我榜一头像点点赞啊！啊，真好看，家人们，确实古装的，真的很好看。榜一头像怎么这么好看？你升了三，啥意思啊？是这么多？哈，太好看，那必须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是个美女。我的言下之意你才品出来呀、啊、我的言下之意你才品出来啊。我的言下之意还有一个，怎么风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，太好看了，那必须的，真好看。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头像？怎么回事，樊顶哥？你在我直播间一段时间，你小子说话有点像。昨天认识到现在，你的心打开了吗？怎么能这么说，你都是真心的好吧？可以，我看出来了，真心换真心。咱们弹一首什么呢？弹一首什么好听的歌呢？你们可以点歌，你们可以点歌，你们不点歌的话我自己来啊。南山雪，我看我的歌单里面有这首歌，但是对这首歌没什么印象了呢，听一听。生锈了，一时半会儿打不开。夜来香，夜来香，等我一下啊。夜来香不是那个什么吗？一个植物吗？夜来香，听说晚上还能防蚊的那种植物。它生锈了，打不开，家人们，把这新锁的心给我打开。怎么什么时候能够打开啊？心锁啊，你的心啊，其实我能感受得出来啊。你是一个比较重情重义的人，有点容易把情感看得太重了，心被伤了以后呢就很难被打开。但是呢，我不是说一定要把你的心打开，我希望你能够在直播间生活快乐，你快乐就好啊，你快乐就好，希望你不要难过。来一首夜来香，
是这首歌吧，梵天哥，江湖故人。来个唢呐，不会呀，我会吹笛子，家人们。我们高高迪送了我一把笛子，上回给他打 PK 他输了。那夜莺啼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一把香吐露着芬芳。好，你们来试一下啊，我没有弹过这首歌，第一次弹。这歌好难弹啊，不是，这首歌有一句好难弹，这个有其中有一句让我觉得挺难弹的，弹了两遍都没弹清楚，其他还是不弹。夜来香，我没听过这歌，第一会儿听。谢谢谢谢叶帝，感谢叶帝，谢谢朱岸，感谢我们的修音，感谢我们 HY， 谢谢我们的 OK 帮，感谢我们英熙，谢谢我们幼儿园大哥，感谢江湖古人，感谢用户，谢谢亮哥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笑看人生，梦幻现实，什么你们在说什么？断笔，断笔是谁啊？断笔写沧桑，你谁啊？你十一级灯牌，你不会是孟哥？不对啊，孟哥有名字的呀。思绪万千，真的我都没听过呀。你们公屏上好多那个，还会吹笛子？不，我不会。我知道
我昨天摸索了一下，我知道笛子上的哆来咪是哪几个音了。我昨天摸索了一下，我知道笛子上的哆来咪是哪几个音了，我知道笛子上的哆来咪是哪几个孔了，嗯。昨天摸索一下，下一步呢，就是我要把后面的法嗦拉西给摸索出来。下一步把这个法嗦拉西给摸出来，他们套路我的。什么？我把笛子吹响了，家人们。我以前吹不响的，弹得不错，比你弹棉花声音好听了，谢谢。我看一下，我们浩浩，哦，我们落叶飞花，我们的孟哥，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个人我真的不知道。公屏上十一级灯牌，有点像孟哥啊，孟哥。我看一下啊，欢迎我们阳光龙豆传人。乐上门门主，欢迎我们友好，欢迎我们风之孤影，好久不见，风之孤影哥，欢迎我们浩浩，浩浩，你最近来我直播间都不说话呀，友好哥，好像友浩哥没跟我说过话，我感觉，好像他没跟我说话哥，是吧，友浩，谢谢我们浩浩，浩浩，你光送亲吻，你有没有想听的歌，送你一首，半小时了。半小时了，半小时该出去打 PK 了是吗？一会儿吧。Dr. 华，想烤兔的人，你是来交灯牌的？你是谁？我看一下，看不到你。咱们想听的歌可以点点啊。我真的不知道是谁，十一级灯牌，物语，有点像物语啊。弹一首什么歌呢？刚来好久不见，刚来就好久不见了。我爱江南，欢迎海豚三弟，谢三弟。南山雪，就想弹这个歌，刚就想弹，没弹成。听一首这首歌呗，所以说断笔写沧桑到底是谁，榜一双胞胎，可以给我们做个三胞胎，哈哈。以前谁点的？我要把这首歌从我的歌单里面删除。这首歌写歌的水平和我有的一拼。
我看听到这个有一种想到了自己，好像我要是如果说有一天我写歌旋律的话，可能和这个差不多，这水平和我有人拼啊。欢迎我们新哥，谢谢我们大道行，感这么大道行的亲母恩，谢谢谢谢 ，thank you thank you。大家想听歌可以告诉我啊，这是咱们铁头，欢迎我们铁头，铁头好久不见，铁头昨天看到你了，欢迎小小陈，你们想听歌可以告诉我，他是老二，老二六什么意思啊？霸气的才能显瘦的威武，但是我今天一点不霸气啊。安安静静的什么安静坐后面静静聆听，没事儿哥，你往前面坐一坐，前面有位置。我一开始就猜对了，你就是梦哥，你就是梦哥。恭喜我们华共灯牌升到六级，恭喜恭喜。汉宫秋月试试吧。你今天你干什么坏事了？你干什么坏事了，铁头？龙行云，欢迎你小子越来越漂亮了，你小子越来越有眼光了，写金山水起。铁头，你干什么坏事了？铁头，只想听我弹《十面埋伏》，我每天都弹。五阿哥，我每天都弹，不知道你在不在直播间。汉宫秋月啊，梦哥可以把汉宫秋月换成，行，不换你的歌，汉宫秋月就汉宫秋月吧。我搜一下，超载了，被抓住了，那没有办法，那属实是没有办法。汉宫秋月啊，我都不是很想弹汉宫秋月。每天都想听，自己买单。那我要谈了，有人买单的话，马上就谈。这有人买单了还不谈？秋月送给大家，送给我的梦哥。主播可以点一首吗？可以稍微等一会儿吗？我现在要弹一首汉宫秋月。Thank you.
我弹了一遍，他这个歌本来是两遍反复的，弹了一遍。送给我们的梦哥，送给大家，谢谢我们铁头，感谢我们铁头的浪漫满盈，谢谢我铁头。这什么曲儿？汉宫秋月，今天发什么对？嗯呐，勾栏两字不能随便用的，勾栏听曲。可以弹首天下吗？佛歌礼物还没，你小子，白黑，好好说话。我要是没了榜一，我直播也不开心。你最好别影响我啊！还有没有新希望？你小子，白黑，你谁小号？你告诉我，一个小时了，好的，一个小时了，咱们出去打个小榜。有一个小时了都。Hello， 令姬老师，上午好了，中午了，老师，中午好。老师就是说现在上课上的已经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说太爱自己的学生们了，已经没有。我今天是温柔的老师，要慢一点说话。好，老师现在有一点他就是太爱自己的学生了，他上已经不知道这个什么时辰了。来，我们今天要玩什么？今天咱们就玩一个小榜吧。小榜是什么榜？我们家打一个榜五的话，至少是个墨镜战榜。你打得过我吗？嗯，我们家也可以上个鲜花的，没关系。打榜五榜十总票开始。榜五榜十啊，榜十有点困难，说实话。那就榜五，榜五总票加双尾吧，怎么样？嗯，榜五榜十总票，那就榜十挑战一下。我榜十不一定站得起，说实话。不重要。我们家现在榜十已经占了五票了，可以，非常优秀。我们家榜十也有五票，我们家榜十，我们家榜六一票，可以。开始吧，我们就结尾来一个硬核才艺，好不好？因为很久没有听弹琴了。硬核才艺可以，就是那种很死劲儿的那种，很攒劲儿的那种才艺哈。非常整首啊，整首啊，非常炸裂的那种。嗯、对，整首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那咱们闭麦，你重发一把吧。好，你接。好，榜五榜十加总分加吗？我看一下啊，我最近说实话，我现在说实话，我一点底气没有。榜五榜十加总分的话，没有底气。但是我们挑战一下，我们直播间的凝聚力拿出来，我们直播间能占榜的朋友们占个榜，能占保时捷占个保时捷，能占热气球占个热气球，能占一个墨镜的咱们占一个墨镜，咱们挑战一下。咱们挑战一下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英雄联盟，各位英雄准备好了吗？挑战一下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，碾碎他们。朋友们，能占榜的朋友们，咱们占榜了。咱们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占榜了，感谢我们浩浩，谢谢我们浩浩。咱们能占一个保时捷占个保时捷，能占个热气球咱们占个热气球，能占不了的咱们就占个墨镜，好吗？咱们直播间所有人先把榜十占满，先把榜十占满。对面不是起跑啊，对面不是起跑，咱们先把榜十占满可以吗？先把榜十占满。对面一个榜，咱们家一个榜，咱们对面一个榜，咱们家一个榜，咱们先把榜十占满。能占榜的朋友们，咱们先占榜，给他一个厉害。想去对面，别这样。我也很好看的，我也很好看的，别这样。啊！咱们先把榜占满。你再这样说我会难过的，再这样说我会哭的。谁说的？刚刚
三说想见面，宝石，现在战榜准备好了吗？感谢我们小小陈，谢谢我们小小陈。宝石还差八位，加那宝石还差八位，咱们直播间能占榜的朋友们占个榜，宝石还差八位，能占热气球的占个热气球，能占宝石节占个宝石节，咱们宝石差八位。我们的风，我们的铁头，我们的小小陈啊，不对，我们的梦哥，我们的晴空，我们的只添一口，我们的断笔莫言，还有关云看花，我们心锁，我们的笑看人生，我们周天，我们的邓可华，江湖故人，寒江故影，一吻红尘烟，咱们宝石能搭把手吗？家人们，能搭把手吗？家人们，能搭把手的咱们搭把手，能搭把手的咱们搭把手。我们的流水逢云，青龙甲，大球，能搭把手的咱们搭把手。宝石还差八位啊，家人们，对面，对面宝石都站到了榜七了。咱们现在占榜，现在事态真的很严重，现在事态真的很严重。感谢雪痕，对面榜十都占到了榜七了，占到榜八了，咱们家现在只有三个榜，事态很严重。对面有个死亡守护，打倒爱情，家人们，今天让他知道什么叫做锅儿是铁打的，今天给他个厉害瞧瞧，咱们家众筹的力量也能给他一记，也能让他知道什么是江湖规矩。另一句这样穿能穿能上华子，说实话铁头，我这样穿过，只是你没有看到，因为你经常都是说隔三差五的才来直播间，我穿过你都不知道啊。朋友们，宝石还差七位，宝石还差七位，全部占热气球，家们，直播间所有人上热气球，咱们占热气球，能占热气球占个热气球，占不了热气球的咱们占一个比，占一个比心，占一个比心幺九九，占一个比心幺九九，家们，占两百分，占两个墨镜，占两个墨镜，全部占榜，咱们全部占榜，咱们现在宝石还差七位，宝石还差七个人。咱们的铁头能搭把手吗？峰哥能搭把手吗？咱们现在占榜，感谢我们铁头，谢谢我们铁头。咱们现在占榜，咱们现在占榜，现在占榜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还有五分钟，有点来不及了，家们，还有五分钟时间。我们的峰哥，我们的小小陈，雪豪能够补到五百分吗？我们浩浩，浩浩能够补到五百分吗？咱们的梦哥，梦哥，还有晴空能够补一下吗？我们的指天一口哥能够补一下吗？补到五百分。我们的周天故事人断笔写沧桑哥能占个榜吗？占个榜吗？管理不是，咱们的榜五还差，榜五还差六个人，榜五还差六个人，咱们榜五还差六个。我们的新锁哥能帮忙搭把手吗？榜五还榜十还差六个人，喊错了，榜十还差六个人。我们笑看人生哥能搭把手吗？我们 Dr. 华，我们的淼淼，还有我们的一吻红尘，还有我们的二哥哥能占个榜吗？不哥，还有我们的感谢我们浩浩，谢谢我们浩浩的新闻语，感谢我们浩浩。我们想考兔子的牛牛牛大人哥能搭把手吗？宝石还差六位，感谢我们风，谢谢我们风。我们新希望能搭把手吗？新希望，宝石差六位，新希望你小号能搭能来一个吗？欢迎我们浪榜，咱们宝石差六位，浪榜能搭把手吗？浪榜，宝石差六位，感谢我们风，谢我们风。宝石差一二三四位，还差四位，宝石差四位，小小陈可能需要准备补一点。恭喜我们风喜提二十四节，风，哎，风你是不是今天升两级了？风这么快？啊，不对，昨天升的二十三个啊。咱们宝石还差，榜十还差四位，榜十还差四位，家们能占榜的朋友们占个榜，榜十还差四位，没时间了，救命啊！
没时间了，咱们得抓紧呢，抓紧。对面的榜给大家报一下，对面的榜一1600分，对面的榜二1300分，对面的榜三300分，对面榜四200分，对面的榜五200分。但是他们的榜五是一个49级、16级灯牌的，有点吓人，咱们家。然后他们家的榜十是100分，他们家榜十100分不可怕，咱们家能往前追一追的往前追一追。榜十还差四位，感谢我们浪榜，谢谢我们浪榜。榜十还差三位，咱们家榜十还差三位，我们的小祥云还有我们的小程需要补一下。感谢我梦哥，谢谢我梦哥的项链。榜十还差两位，小祥云，谢谢小祥云，小祥云中午好，感谢我们小祥云。小祥云你可能需要补个榜，咱们打榜十你能搭把手补一下吗？补到一个热气球。榜十还差两位，欢迎我们周周。榜十还差两位，感谢我们多克华，感谢我们华。榜十差一位，就差你了，榜十就差一位，就差你了，家们能补一个保时捷补个保时捷，能补个飞机补个飞机，榜十就差一位，家们榜十差一位。感谢我们周周，谢谢我们周周，最后两分钟，家人们补不动，好，没关系。感谢我们小口兔子，谢谢刘大人，感谢刘大人，宝石齐了，家人们，感谢我们小祥云，没关系，我们的宝石现在齐了。小祥云，我看一下，小祥云补不动，家人们再来一位，欢迎我们宝品一号宝石，小祥云补不动，咱们再来一位，家人们再来一位，宝石还差一位，我们的雪痕能补吗？雪痕补到热气球或者补到烟花。我们的浪宝可能需要补到600分，再来补一个花开浪漫。我们的梦哥可能需要再补一个花开浪漫。我们的友浩哥可能也需要再补一个花开浪漫，或者补一个热气球。我们的牛大人可能还需要再补一个热气球。我们的 Dr. 华可能还需要再补一个热气球，补到1200分，咱们补到一千两百分。对面的榜一1600分，对面的榜二1400分，对面的榜三是1300分，对面榜四榜五是300分。他们家的榜十暂时没补上来，我们把榜十补到500分，我们的榜十补到2400分，好吗？我们补到1200分或者1300分，好吗？把榜五补到1300分。我们的风还有我们的牛大人，谢谢牛大人，感谢牛大人，把榜五补到1300分，榜十补到500分，家人们现在补，最后50秒，咱们的总分有没有守一下的？榜五榜十加总分，家人们，榜五榜十加总分，咱们的总分有没有人守一下的？能守一个抖音一号，守一个抖音一号，能守一个嘉年华，守一个嘉年华，家们，对面的榜上来了，对面的榜五1300分，咱们对面的榜五1300分了，咱们直播间现在补，我们的 Doctor 华补一下，再补一下，补到1500分，我们的牛大人补到1500分，我们的峰哥再补一个保时捷，峰哥峰，能补吗？感谢我们铁头，谢谢我们铁头，家们总分有没有人追一下的？给我们铁头打个配合。总分有没有人再追一下的？总分和榜十咱们拿下，总分还有榜十咱们拿一下。我们的小祥云再补一个，感谢我们神雨，谢谢我们神雨。完了，没补上去。雪痕啊！咱们的榜五完了。全输，他们家榜五1299分，我们家榜五不到1300分就够了，家们。榜五啊，你没听我的，榜五不到1300分，榜十不到500分，咱们就稳赢了。第十总分没拿下。啊，你没听我的，你看我算的多准，家们。他们家榜五就1300分，榜十最多一热气球，他们家榜十110分。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雪痕，你再补一点。咱们至少能赢一下。感谢我们铁头，谢谢我们铁头，感谢我们的周周，谢谢我们周周，真的来得很及时。感谢我们 Dr. 华，感谢华，谢谢我们风，感谢我们的牛大人，谢谢我牛大人，感谢我们神宇，谢谢我们神宇，最后的时间站出来，感谢神宇，感谢我们浩浩，谢谢我们浩浩，感谢我们的雪痕，谢谢我们的梦哥，感谢我们的浪宝，谢谢大家的宝石，谢谢大家。凯凯，啊 ，Hello， 啊 ，Hello， 日子不好过呀。等一下，我的那个表情要改一下，我觉得。
看到没有，我们三个人做都是非常没有。不行，我要换这个。跳惨了。啊，同学们，谢谢大家。同学们，老实说，各位都是同学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你们哪来的这么多分儿？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偷你爸妈的钱了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收受同学们的礼物。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在你爸妈荷包里面去摸了一下的？老实交代。没有哈，我们直播间同学都勤工俭学了，每天到处去其他直播间抢红包。我看一下，来一个硬核的，我看来一个什么呢？向王行可以吗？向王行、啊，嗯，我准备来一个伏羲神天响呢。好的，好的，这个主要是没听过，从老婆包里偷。呀，这什么音啊 ？OK， 来，伏羲神天响。嗯，准备一下啊，我闭一下我的麦，可以不影响你发挥。来，女侠请，这周的烟钱都大声了，谁叫你们抽烟的，给我戒了，明天再刷一点。哪个同学啊，把他拉到教导主任那里去罚站一周，居然还敢抽烟。好，我闭我的麦、啊、不影响你。伏羲神天响，来送给大家，送给两个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。伏羲神天响送给你们。
好听好听，真不该选这首歌，我手肩膀疼，我昨晚上健身来练肩膀和背。你还健身啊，抬不动啊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来个更攒劲的好不好，就是这样子吧。来个武功高强的给我练一下肩膀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事儿，那下次我们说了的我们就练肩吧好不好，反正我也会。想弄错啦。好的，下次玩，拜拜，领记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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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。咱们输给老师好多次了。输给老师好多次了。下回要给他个厉害了。呀，真的弹不动，家们还是弹温柔的歌。今天弹温柔的歌。我已经昨天晚上我练完我就预感到了，我说我今天肯定弹不动那种激烈的曲子，我今天没有弹过激烈的曲子，我弹过最激烈的曲子就是伏羲神殿响，我弹不动，我没力气。这什么曲子？伏羲神殿响啊，好痛好痛。念一念念一念，谢谢大家的宝石，感谢我们风，谢谢我们铁头，谢谢我们六，哎，铁头，你被抓到罚款多少？欢迎我们昭哥，昭哥好久不见，昭哥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昭哥甚是想念，你有没有想念啊？谢谢我们风，感谢我们 Dr. 华，感谢华，谢谢我们神宇，感谢神宇，谢谢我们 KK， 谢谢我们孟哥，感谢我们的浪宝，孟哥你看看豆豆华，不华哥你这样子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华哥你能帮我一下吗？你看啊华哥，你的灯牌后面有个 VIP， 你看孟哥后面没有，你帮我喊一喊，车给你扣了，这么夸张啊。华哥你看你后面有个 V， 但是梦哥没有，铁头你也没有，铁头你后面也没有 V， 风风你也没有，风攒一个嘛，攒一个嘛，攒后面带个 V 嘛。啊回明你也没有啊，回明没有，希望你也没有啊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，自家人都搞不定，你叫我一怎么可能是外来人呢，华入了我们家的门你就是我们家的人，咱们相亲相爱一家人，只是说你看看咱孟哥现在给咱们没这么亲近了，有什么你那个你灯牌后面有个 V 啊，这里啊铁头，这里啊，这里你看，这是不是有颗小黄星，这个小黄星的旁边有个 V 啊，你去点一下那个 V， 点一下那个 V， 风点一下，风风点一下，风会员嘛，对啊，王你也点一下，王你也点一下嘛，哈哈，谢谢我铁头幸运了月度会员，咱们今天有没有希望冲击80个会员？孟哥，风，你看现在79个会员，现在79个会员，你会了哈，可以。你看，风，还有我们的孟哥，还有我们神宇，还有我们的，你看，现在79个会员。加上风加上梦哥加上神宇的话就有82个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，就有82个了，整一个嘛，整一个嘛，整一个嘛，就82个了，我冲击百人会员就有，冲击百人会员就更有那个什么更有信心了，家们公屏上扣一波会员表情来，公屏上走一波会员表情，啊，负赞，好吧，孟哥，孟哥辛苦了，孟哥，还有啊，跟你们讲啊，咱们会员呢，有一把
令姬的同款定制扇子。哎，铁头的扇子收到没有啊？有一把同款扇子，浪宝的扇子，昨天给他安排的，但可能得等等。我跟你讲，这扇子发货越来越晚嘛，我都想投诉他了。有时候十几天都不给我发货，气死我了。十几天前我安排的扇子现在都没发货，等会现在就要催一下，我现在催，我看一下发货没，还没发货。我说请问多久发货呢？今天上班了吧？写字费时间，他们真的好慢啊，气死我了。谢谢飞雪，谢谢姚谦，感谢神君，谢谢大家。我说今天发货了吗？我说怎么还没有发货，今天应该上班了吧。哥就真的把我气到了，十多天半个月都不给我发货。我今天上班了吗？应该，今天怎么还没发货啊？今天应该上班了吧？拿别人没办法，什么没办法的？下次不在他这买了呗。不虽然我怎么说，我也是他大财主，在他这买那么多扇子，我那儿买扇子没买一百一把，也有几十把了吧。二月山河里拥抱你。你严重怀疑想壮大自己的，这不废话吗？当然想了，我特别想啊。你也可以加入林北，带上个 VIP， 你觉得呢？怎么会不想呢？我特别想啊，超级想啊。五四青年，哦，今天五四青年节啊，差不多一把一把那。那不一样，那是我做的。欢迎我们听，欢迎植树瑶。那弹首歌听，弹点慢歌。你既然加入丐帮，丐帮有什么好加入的？丐帮又穷，又没得吃的，每天还得乞讨。你在我们那店坐坐就行，多好呀。在我们那店坐着就行，你又能不能有点自信啊？下回想加入名单店，别想去加丐帮啊。哎，有首歌叫雪落下的声音，还是叫，哦，就叫雪落下的声音哈。丐帮有钱？丐帮哪有钱？丐帮没我们有钱，咱们有钱一点，你觉得呢？咱们来一首雪落下的声音吧，听一听雪落下的声音。雪落下什么声音？丐帮叫花鸡啊，那也有道理啊。我明暖店有能尖叫的尖叫鸡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是丐帮的叫花鸡强的，还是我们那店的尖叫鸡强？五代行，来我这儿。我觉得我比这丐帮的更好一点。放开，想要啊。雪落下的声音哦，送给你们。什么名牌？什么门派？你七级灯牌了，你还不知道？在我掌
落下的声音送给你们。写落下的声音送给你们，还有我们鹏哥，我们的张鹏哥，什么哥，都是一家人。哎呀，大家都在这个什么呢，江湖上闯荡江湖嘛，是不是？那很正常啊，那很正常。还有呢，咱们直播间啊，个个都是艺术家，欢聚一堂，那不更正常不过了。那不更正常不过了。嗯，弹得太好听了，就听不懂，没听懂啊。白黑雪落下的声音啊，红尘彼岸却无他，我没听过哎。空城旧梦，这不是咱勉哥吧？空城旧梦，等会儿啊，勉哥你得稍微等一下啊。想我们鹏哥说想听一首雨下一整晚。佛哥走了，我们的铁头，他叫佛山不锈钢，他叫铁头。等我一下啊，你都不知道你是哪边的，你是咱们这边的牛牛大人，你来了，这都是你的，就是这是我的。三个院子，因为我在屋里嘛，因为我在。我看一下，鹏哥在吗？鹏哥你在吗？我看不到你。雨下一整晚，你不在的话我就那个啥。哦，在的哈。你往前面坐坐，鹏哥，这瞅不见你。啊，雨下，稍微等一等，空城旧梦，不好意思儿。雨下一整晚，其实我下播了的。都是自家人，就是啊，周杰伦的歌啊，我看一下啊。能弹吗这歌？有一种落寞的温暖，纠结在玻璃上，画着你的模样。格局打开，白黑大哥是全网的。格局打开，我不像啊，不像其他主播把大哥拴住，大哥去哪儿了，去抓大哥，把人家大哥抓住，大哥你给别人刷不给我刷啊，怎么怎么的。
我就不一样了，家人们，玩得开心就好，我只希望你开心，令姬只希望你开心。在哪儿不是玩啊，是不是？格局打开。我说实话，我跟你讲啊，鹏哥，这歌有点不是很好弹呢。这歌有点不是很好弹的。却扔下的橱窗，有一种落寞的温暖，静静在不不是有点难度啊，是这歌它的旋律不是很适合咱们的传统乐器，很多发和西，咱们的传统乐器没有那么多发西。下的橱窗，有一种落寞的温暖，沉浸在玻璃上，化解你的模样，开着窗。吉祥，还有我们老牛，还有我们新希望，谢谢我们鹏哥，是不是还没弹到副歌部分？我再弹一下啊。
不是很适合弹，太多发和西了。太多发和西的歌就是不太适合古筝这个乐器啊。不是说这个歌不好听，歌是好听的，但是这个乐器它乐器的属性不适合这样的歌，因为中国的这个音阶旋律是哆来咪嗦拉，然后刚刚那里面的歌里面呢有很多发和西，我们的哆来咪嗦拉宫商角徵羽是就是一二三五六嘛，就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嘛，国外的世界音标就是世界音阶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咱们中国是一二三五六，没有四和七，所以说有很多四和七的音乐就不太适合咱们的民族乐器来弹。对，歌是好听的，但是弹得出来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好听，就是因为有很多这种，因为咱们的中国乐器的属性是这样子的，一二三五六，对，有四和七这样发和西的这样的就弹出来太多，少一点是可以的，如果太多的四和七发西出现在里面的话，弹出来就会没有那么的有美感。五声音阶是的，所谓的五音，对，宫商角徵羽也是金木水火土。咱们的民族乐器和我们的民族的这个一些传统文化都是有关联的。好多人都是来看我的，不是听音乐的。你灯牌掉了，想要的钻石啊，灯牌掉了。哦，刚刚什么的，咱们的勉哥说了一首什么来的？难怪不够发，谁说的？咱们中国是很强大的。勉哥 刚说了一首什么来着？我忘了，勉哥再说一次。你再说一次，听不懂没关系，长个就是说走了不理你，没有不理你，王，我可能没有看到你说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因为我在弹琴的时候没有看公屏啊，刚刚那首歌我第一次听，第一次弹，所以我在看谱子，我没有看公屏上的打字，不好意思。女侠变身仙女，感觉是少女什么？女侠帅气是吗？没听过主播《笑傲江湖》来一首，哇！我每天都弹《笑傲江湖》，我弹《笑傲江湖》的时候你不在，我《笑傲江湖》只弹一次，欢迎将军耀。我每天的歌曲我只弹一遍，不弹第二次哦。你可以早一点来直播间，我每天都会弹《笑傲江湖》的，我会在开场的前一个小时弹这些歌曲。勉哥，我没找到你说的那首歌，你再打一次啊。以前古筝是武器，对，以前是武器，立为柱，横为琴，把它立起来它是一个武器，然后横放下来它就是一个乐器，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发展的原因啊，就这个武器啊，就后来有那个什么弩，有什么弓箭，有什么那个各种各样，弩是一个最伟大的发明了，弩应该算是那个就是乐器越来越，就是那个后来的这些那个什么呢，兵器啊越来越发达了，后来古筝这一个兵器呢就被淘汰掉了，就成为了一个乐器了，纯纯的成为了一个乐器了，以前是一个武器的。贵派什么秘籍？葵花宝典练吧。对，我看一下，我有点看不过来。司马会几个？那三首会几个？哪三首啊？五音不全怎么来的？五音不全怎么来的？所谓五音啊，对对对，还真是哈，五音。勉哥，空城旧梦，哥，你说的哪首歌？你再说一次，我刚刚去翻了一下那个公屏，可能太多了，我没看到。你再说一次啊！感谢王开通了会员，感谢王开通了会员，加码会员80个，太酷了吧！我看一下，千本樱，全域天下，玉足舞曲。
可以，千本樱全天下稍微就是说速度快一点，就是如果没有练的话呢，会稍微有点难度。八十个，谢谢王，感谢王。王，你不会是就是说还是想听我弹吧？你下午来行不行？下午来，我一会儿早点下休息一下，我下午还播呢，要不然一会儿吃饭时间都没了。八十个了，家人们，八十个了，冲击百人会员，家人们，真爱你小子。哼哼，开始吃饭，还得我看一下，我们空城旧梦不理我啊，他刚刚点了哪首歌？咱们家管理有没有知道的？或者说空城旧梦这会儿的时间他没有在看我直播？哥，你不理我的话，这事儿的话，咱就过去了啊。然后咱们的华说想听彝族舞曲，那个什么，千本樱和那个玄玉天下啊，因为我很久没练了，但是你说要弹好的话可能会有点难，但是那个彝族舞曲的话我也很久没弹了。欢迎我们宝品一号，但是我可以浅浅的来一段彝族舞曲，是彝族舞曲还是瑶族舞曲？彝族舞曲吧，来一段吧，作为我们的下播曲好吗？作为我们今天的下播曲，浅浅的来一段吧。谢谢我们多个头华，感谢华。华，你的会员是不是快到期了？华，我问你一下，我先，我不知道，我采访一下。早点吃饭，看有机会偶尔听一次《笑傲江湖》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一会儿3点钟开播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弹。因为这个歌我放在开场的时候弹比较多。我白问什么？牛哥来砸场子哦，牛哥问的哦，不是华，牛哥问的哦。好的，哪有，你们点的曲子都不是很难，说实话稍微要求一点速度而已。你们还不如点首伏羲神天响，伏羲神天响都比那几首难，真的，伏羲神天响都比这三首难，稍微要点速度，反正追逐不是啊，那我不弹了。那我不弹了，孟哥，不能这样子为难孟哥，你看看华哥，你这不把咱们的孟哥架在这里了吗？咱们孟哥这会儿就是怎么说呢，刚刚已经说过了，最近不太方便，等我孟哥方便的时候，不说你不用说，咱孟哥两个号都安排上。这会儿时间呢，孟哥最近不太方便，咱们就是说别就是说给咱孟哥太多压力，对吧？别给太多压力，等孟哥方便的时候两个号都安排上。这还用孟哥讲？孟哥的为人我还不知道，铁哥们儿，咱孟哥的为人我还不知道，就是你这话说的话，你这话说的，这就让我们孟哥骑虎难下了。一边又是我们的一边又是我们的华哥牛大人，一边又是令姬，你看看，一碗水端不平啊！真的，别这样啊，别这样。我们来首这个，你看华，我给你弹一首这个。还有我们的牛大人，我给你来这个什么呢？彝族舞曲。